在整个系列当中，我们要来今天要来做一个祷告。父神，我相信你造我是为了爱，为了经历你医治的爱，以及为了在我的关系中和别人分享这爱。如果我没能建立向你或配偶家人表达爱的关系，即使我在生命中或服事上获得成功也是不够的。我拒绝谎言，这谎言说我不能爱人，我不能向人表达感情，或不能让自己再度受到伤害。我求你拥抱我，在我受到伤害和痛苦的地方安慰我，并且大大的充满我，让我可以和周围的人分享你的爱。我选择爱我的家人，就像基督爱教会，并且为教会舍己。我想要活出能够表现你的爱的生命。我不要再专注于世俗上的成功，而要让你的性格透过我照亮别人。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这支是阿奇最后一次录影片，那我们下次有缘再相见咯，不要太想我，拜拜。